大家好，本期讲解一个抖音语音交流引流创业粉的玩法，流量爆炸，一天是能引流创业粉100多个。最新的抖音引流玩法，设备需求抖音号，不需要发作品，不需要实名，一天能加粉100个以上。这是下载之后的整套教程，一共有4个视频教程，还有这一个，后续不懂的可以加这个作者的微信。如果想要本套教程的话，大家还是打开视频说明区的这个网址，然后搜索标题的关键词，比如说抖音语音交流，或者是引流创业粉，就可以下载本套教程了。